道路。那这靠自己的想法去做。你的想法是中道吗？那就是一种，我还是那这个我还是觉得哦，把一个普世价值在台湾实现，就是我们一个梦想。那两岸要做的梦，那两岸的普世价值是什么？和平相处。和平相处，所以你再不转过来继续支持两岸一家亲吗？其实我在那个媒体上讲过，那个是我心里面想，我很不喜欢人家逼我讲，这个是这样，现在不要用台湾价值，用两岸一家亲嘛，我们在这样解释。